的人。我走在沙滩上，用力地踩下一排一排的脚印，好像希望他能看见。我听说过。我们电话情人的主题是在讲男同志，然后他其实男同志之外，他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人都会人的寂寞。那在戏里面他是有背部全裸，还有一些比较挑战尺度跟挑战禁忌的一些边缘的演出哦。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因为我一直以来觉得男生的寂寞跟女生寂寞不太一样，男生的寂寞可能是比较身体层面的，那女生是心理层面的。那男生的身体寂寞，男生的心理寂寞会觉得是孤单，男生的身体一旦寂寞了，会让他变得一头野兽，会变得疯狂。那这出戏《电话情人》这出戏在讲的就是这个。那《电话情人》，那我们现在其实资讯很普及，常常大家会觉得我们上网去找人，上网去找一个伴。那其实，在找了之后，找了一夜情之后，其实会更寂寞。那《电话情人》主要就是因为寂寞而找一个电话情人，那的色情电话的电话情人。找了电话情人之后，结果更寂寞，这就是《电话情人》的整个主题。